知道什么是101吗？带你去101，宝贝。大家这句话很开心，对不对？恭喜恭喜，这句话真的。欢迎大家来到兔女郎频道，我是兔兔狼，还有我们的一日保姆，对，我们一日保姆莎拉，莎拉是我的高中同学，可以去 follow 她的 IG， 追踪她的 YouTube。今天我们来到一个特别的地方，今天要带小仔来放电，我们要上101。身为台湾人、台北人，然后都没有上过101，只有你啦。好啦，带你们上来看看好，因为我那个大学户外教学的时候。户外教学的时候有上去过，而且我就在想说应该要带他体验一下瞬间上升的感觉，看他有没有办法习惯。你准备好了吗？好呆哦。这个是有准备还是没准备？啊，你也搞不清楚对不对？去了就知道对不对？好啦，那我们就上去看看吧，走吧。首先要先去五楼啊，有人要跟你拍照哎。谢谢，拜拜拜拜，说拜拜。我觉得我们今天保姆很靠谱哎！哎呀，跳哇！上面有101哦，那有停车格，这个要，这很重要，这很重要，谢谢。哇，好鲜哦！哇，这搞的这就是我要的效果，这就是我要的效果，效果一样哎！我们来拍这个永远的回忆，跟仔仔，跟莎拉。要证明你有当过一日保姆哦，这里可以有绿幕合成，看起来很蛮像的，对啊，你很像哎，哇，好洋派啊，好洋，真洋派，真洋派，哎，他的头怎么好像快跟你一样大了？怎么这样？你头怎么那么大？排队也很好玩，对不对？排队好玩。像我们现在三个人大人来，我们只要买3张票，像他这样的小 baby 不用钱，所以非常适合来这样子的行程。有没有觉得省一个人的感觉？有啊，好划算哦，一直来也不用。他们两个好兴奋哦，有个可爱的。记录他电梯上去的感觉。我现在很担心他等下会受不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看不到哎，又耳鸣的感觉，又耳压的感觉，好像还行哎。恭喜还好吗？到了。他好像有稍微晃一下头，就是耳朵。OK， 很 OK， 很 OK。我刚刚自己都不太舒服，但他都没有。我有调整一下。哎呀，很 OK， 赞哦。那这个行程我们很快就会结束了。你们想在电梯里面待多久？我就问。你觉得搭电梯感觉只像搭到五楼，是不是？差不多，12楼，12楼。哦，12楼。我也觉得，这个他真的是来观光的。就是要当观光客啊！我不是说他反应让我很满意耶，我也觉得超赞的。大家会买票上来坐在窗边，对对对对，晒个太阳。你不是没来过吗？但我看照片，我做一下功课，想说上面有什么。蒲团可以坐哎！哦，你还知道那个叫蒲团啊？怎么了啦，宝贝？那这个给你，这给你，给你。他是一个花的。哇塞！我今天到底带谁来的？熊熊。哇，恭喜恭喜，你看你看，你有看到下面人变很小吗？像蚂蚁一样耶。你看到吗？他在看你手上的票。你知道我有惧高症，但是惧高症高过一定的高度之后我就还好，就有点脱离现实感。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在笑什么？很真实的感觉的时候我都很怕高。那个是大巨蛋哎，那是什么？国父纪念馆。国父纪念馆。OK， 那是阳明山哦。我跟你讲，这是我去过世界各地的观景台里最喜欢的。没有最喜欢，最喜欢太夸张，可是我觉得做得不错哎，比我想象好。而且我以为会有很多人，像很多国外的上面就是空的，好像博物馆，然后有望远镜，这边很通透，然后但是消费还是稍稍高一点。人民估价网，2杯饮料，2份鸡蛋糕，1杯饮料80好了，所以饮料加起来160，然后鸡蛋糕60，160加100，280，所以300，差不多。估价哦，710什么屁啊？那我们差很多哎、欸！哦，你看这个鸡蛋糕是很台湾风俗，这宝宝会不会已经被吃一半？油桶。然后这是蓝白兔，好可爱。还有什么？
好可爱，大同电锅。有没有一种觉得很放松，可以看着那个山景啊，看着市容啊，吃着你的小饼干啊，对不对？要不要再来吃一点小饼干？妈妈，你这个蛋夹有一点苦哎，一边是水，一边是饼干。再把它放回去，我们感受一下。你要让它下来玩吗？对啊，我在解背带了。哇哇，阿呆阿呆呢？好像很可爱呢。你还在感受是吗？恭喜，妈妈在这里啊！要不要姨抱？要不要抱抱？要，要抱抱。这好可爱啊！谁最可爱？我。你看他会笑，亲亲。哇！姐姐，姐姐该来选一个。啊。姐姐跟阿姨选个位置太残忍。阿姨怀你好吗？他选了阿姨的啦。我本来很担心小仔仔会受不了，突然爬升这么高，感觉他还是非常 OK， 我就觉得还好。而且他们感觉都很喜欢这个行程，我说大人也都很喜欢。鸡蛋糕饼干，先吃饭，先吃饭。你看，叔叔。啊，准备吃饭啦。Hello， 土公鸡。哦，我里面是热水啊，我就泡在里面。啊，小宝贝在期待了是吧？来，恭喜爱，来，突然就吃起饭，时间到了，他是个准点吃饭的小子。是说这里的音乐播得很像航空公司，觉得很舒服哎。啊，棒，恭喜，啊。如果你很想看我们的影片，请不要吝啬按下订阅，小小的举动大大的帮助。订阅。这里都有什么咖啡店啊、饮料店啊，然后还有卖一些吃的东西，就是比较贵而已。就是比较。还有一个就是积木的地方可以玩，有个游乐地方，这个叫浅山生态区，为互动的地方，对，互动的东西。真的蛮适合亲子一起来，你开心是不是？好开心哦！快点，我们来看一零怎么样对抗地震的。我确定要在这里，看起来很可怕。好大哦！我要是 camera 掉下去就万劫不复了。这是为什么仔仔到这里会想哭？我们来看一下照片，一组500块，一组500哦。这个好像不用，我们刚刚有拍过很多不错的照片，我觉得我们拍的可能更好。好，那我们走吧，我相信你们。然后这里呢，有一些商店，还有一些茶香水。然后跟这个造景又来一个造景，又一个造景，这里的互动区非常非常的多。我觉得那个灯条很赞，那个吗？霓虹灯条的感觉。那这是什么？这个是扭蛋啊！哎，你看这扭蛋很酷哎。台湾的景点还有一个祖尼，还有礼品店。最高明星花园还有付费解锁，里面还有付费解锁的花园。最高明星花园，大森林公园，还有夕阳。Oh my god！Oh my god！ 这里会有夕阳哎，好美、哦，超级美的，这是浪漫的景点哎。91楼啊，可以去户外平台，户外观景台。哇，这个天气来正好，有一种户外的感觉。欸、你也觉得不错啊？嗯，看吧，哥啊啊啊啊，好美哦，这里。对啊，这美到不像样。你现在很常会来这里是不是？这也是最上面那一段了，就痒痒的了。我只要看到105就痒痒的，往下看还好，看到101就很痒。而且这么高，其实蛮凉的哈。今天风很小，所以还好。不然通常这边应该是注意瞬间强风，真的会有一种瞬间强风很危险的样子。牵紧儿童，不能离开视线。然后这个小童一直吃，我也觉得很夸张。哦，今天结束了我们的101的行程，我们觉得上来之后真的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供给各个年龄层的人都觉得很有趣，很适合约会，也适合带小孩来。对，我觉得可以是消磨一整天的好去处，真的是超适合约会，很浪漫。对啊，你看像夕阳照脸上，这是个看夕阳很好的地方。这个仔仔也是整天来野餐，他可以吃一整天。建议大家可以这个时间来，然后到夕阳再看夜景，推推这个景点。推推。
想不到一零一上面这么好玩吧？今天影片就到这，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小狼沙拉，恭喜，说拜拜。拜拜，拜拜呢，拜拜呢，拜拜。等一下下去，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哦。弟弟有没有觉得很可怕？我是觉得蛮可怕。有耳朵不舒服，在弄耳朵。哎，嗯，那你很棒。好了，你很棒。